到咗试咗㗎啦，就呢度12伏俾电啦，呢边12伏俾电就信号入博之 cam， 信号入呢度 ,ok， 入，因为你 cam 嗰度先表电㗎嘛，咁呢度就都 cap 6或者 cap 5， 而家呢卷 cap 5嚟嘅，圣拉达斯莱德 cap 5， 咁我特登用啲渣线嚟试，咁就成功啦，过到去个尾嗰度，呢边出返去成卷啦 ,305 m， 出返去搵而家你嗰粒冇电嘅巴林，冇电嘅唔需要电嘅巴林，咁入返 BNC 督返去部录影机，录影机嘅出 mon， 完全係好清晰高清画面嚟。咁佢仲有个位俾你拨嘅，咁而家最低嘅，咁我如果拨去中间呢就冇乜分别，但一拨去高呢就爆啦，因为信号过强啦。你見到啲顏色咧啡色啊，而家咁啊唔需要啦，因為信號過強，咁啊落翻去正常最低嗰度已經 OK 嘅。